第二條 6 減5啦，等於 2y 減 3y 做主角，咁所以就一開始呢右手邊爆開佢先啦，變咗 2y 呢減6嘅，咁跟住 y 做主角將其他撥過去，咁6時呢減5加6就變咗加1呢個 2y， 咁變咗呢 y 就等於返 4x 加1除返2，咁你見到冇一個答案係嘅，咁你呢將呢個2呢分開佢下，變咗 4x 除2加去1除2，變咗 2x 加2分1，答案係 C。